中央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作。因为妖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阿乐。现今的咱做起立来吟新圣诗155首，救主我少年你的事，吟全首。咱这是三角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信仰。愿信上帝，创造通道。Yeah.
咱这是三个暗头来祈祷。至诚天父，感谢你的恩典甲祝福，予阮今日在会当平安聚集伫遮敬拜你。感谢你的拣选甲救赎，予阮有份成做你国度内的子民。阮要搁一摆为着你，伫阮身上甲身躯边一切的心思甲作为，献上阮的懊恼。伫阮各种的艰苦，甚至忧伤、惊吓的中间，拢有你奇妙的带领甲扶持。主，你是阮闪避的所在，甲阮的快乐，也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主，阮要时常保持甲你好好的关系，总是你爱阮，先甲阮的兄弟、亲人、厝边好好，才会当甲你好好。主，你教示阮。你要赦免阮的罪过，伫阮先赦免得罪阮的人，主求你清洗阮的心怀意念，意爱学你的款式。主，阮这时啊要纪念阮的新政府的施政，无论是受压制的两岸的关系、新的劳工的政策、年金制度的改革、经济的提升等等，主恳求你。赐予执政者搁较侪智慧佮毅力，面对问题，持守公平正义的原则，做出上对人民上有利益的决定决策，予搁较侪台湾的百姓经历伫主基督耶稣内底平安。祝阮也纪念今仔日是总会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阮要特别为着主日学教育的事工。亲子教育的事工、生命教育的事工、门徒培育事工来祈祷，求主保守、祝福这些事工甲同工的努力，帮助教会细囝、青少年、信徒建立好的信仰的基础，灵命稳定的成长，成做别人的祝福。今日也是教会圣经团契的主日，我很感谢你恩待这个团契的兄弟。予因对少年到年长，拢无停止对教会服侍，个人伫助力。我也求你继续施恩伫因顶面，保守因有搁较丰盛的生命，继续予助力来使用。感谢上帝，和平183落话关怀站课程会当顺利来进行，予哪来哪侪社区长辈民众受到关顾。求主特别保守这中间未信主的学员，透过这个机会来认识上帝，信慕福音来到主的面前。我也要为着青年团体新生的工作继续进行来祈祷。愿上帝祝福这青年，无论是伫和平大汉，也是伫中南部来台北读书的，拢因为来到和平受到关心，心灵拢得到。牧羊甲助教，祝阮即时也纪念因为病痛袂再来到阮中间的兄弟，也纪念阮兄弟中间去年有身体欠安的长辈亲人，祝予因拢平平得到主你的眷顾甲安慰，保守因身体得到医治，也得到你所赏赐的平安。祝你求你也帮助阮中间心中苦楚忧闷的，会当亲近你来得到转变。因为有对你来的信心甲盼望伫因心内，主，阮只是恭敬将今日的礼拜交伫主的手中，透过上牧师的嘴，透放你的信息，予听的甲讲的拢得到帮助甲助救。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咱来启用启用文22。就是诗篇95篇，来啊，咱来唱歌，俄罗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
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现时，今日圣经团契诗班要献的诗是有人在拍门。
三个来共读上帝话，有诶，圣经有三位，第一位是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诶第一节到第七节。信就是所盼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因为伫即个旧古早人有得到干净，对信，咱知遮个世界是对上帝话来造成。安尼所看见的，毋是对话看见的来成。对信，阿伯献祭予上帝，比该阮较好。对安尼得到干净，伊是伊，就是上帝看伊的礼物来做干净。佮对这个神，伊死了要得讲话。对神，伊若受牵线，直到无见着死，人找伊袂着，因为上帝牵线伊，是袂牵线的大圣，有得到干净，伊予上帝欢喜。世事无信，就袂予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上遐个求伊的人。对信，那伫袂看见的事已经得到默示，就敬畏来陪伴大船，求伊的加冠。对安尼来定世间的罪，佫得到承接教训的义。第二位的圣经是伫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二节，既然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相属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子子。第三位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因为已经相属恁，为着基督，那信靠伊，搁为着伊受苦。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伊家己话。今日上牧师，讲到伊的题目是《圣经》的第一句：我信上帝。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咱逐礼拜拢咧读《圣经》，无论是《使徒圣经》、《尼迦亚圣经》，还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迄头一句是啥物？我信上帝吼。所以咱有咧注意无，《使徒圣经》、《甲尼迦亚圣经》、《甲长老教会信仰告别》，还佫考起拢，还佫有另外一个圣经，拢头一句就讲：我信上帝。所以圣经跟你家的圣经头一句无同，恁有注意无？圣经头一句是讲我信上帝，咱你家的圣经讲我信上帝，无同。迄无同的所在是啥物？因为使徒圣经是上早就有。迄个就是当时要做基督徒的时阵，教会定你着爱捌遮个圣经内面所讲的遮个信仰，这是基督教的精粹，基督教的浓缩。所以咱在念圣经的时阵，就是咱搁一摆在告别我所信的迄个圣经的内容。啊，为什么用我？因为当时在领洗礼的时阵，初代教会。是个人，信仰是个人的，不是团体的。个人的信仰合起来，在耶稣基督叫做真多团体教会。所以头一个要紧的，你若无讲我信上帝，你袂当讲我信上帝。咱无资格参与伫迄个大的团体，整个教会团体来个个别讲我信上帝。迄个前提就是讲我爱信上帝。我个人无信，你参加团契，团契人个在讲念讲，我信上帝无意思。哎，无下伫咱圣经，无下伫咱的信仰。所以，咱是信仰上基本信仰，头一句讲，我信上帝。但咱若看罗马书的所在，就知影讲，信上帝甲拜偶像差伫倒位。
咱咧讲我信上帝时阵，现在咱也搁咧拜偶像。伫罗马书圣经，咱来注意看，伫罗马书诶头前所在，第一章诶某所在，用上帝代志伊诶神圣已经显明伫咱诶心，咱对所创造诶物件知影有上帝，互咱袂当推脱。迄是罗马书第一章，对十五、十九章开始。所以，大家人咱咧讲拜偶像是啥物？就是用迄个绝对的上帝，和迄个被造物来代替。无论是茶，无论是人刻的，无论是人，无论是物，咱相对的物件当作是绝对的上帝，咱来信来拜，迄就是拜偶像。所以，以赛亚的册内面44章讲，讲咱做一支茶，香白树。啊，一支甲切做几若层，有诶香火来做面，啊，咱来食。啊，一个是搁村人来雕刻偶像，啊，咱则来拜。伊讲迄是俗语哦，因为你会当做，会当雕刻，你是比迄个神明较好诶。看，嗯，咱要甲纸雕关公，无爱乌面嘛会使，要红面嘛会使，迄随在咱。迄个你人比迄个物件，你所咧拜是搁较伟大。圣经咧讲，我信上帝，唔是即款拜偶像的上帝。另外一款的偶像是啥？基督徒是相反的，将上帝当作甲一般的神明同格来信来拜，迄就是拜偶像。足侪人初信的吼，因的信耶稣的时阵，因到红街桌顶遐个布拉甲请走。啊，吊一个十字架，无有个人，听讲啊，都无物件，吊一个耶稣，观音菩萨变成耶稣安尼底下，啊，做是伊咧拜，态度拢是同款，伊的生活方式拢是同款，甲伊要为神的时阵是同款。那是安尼，咱就是抓一些阿底下讲，讲从迄个阳光的上帝，来降落，含迄个你所做、人所做的偶像降顶。其实就是拜偶像。啊，我查一个故事，就是啥？我有一个初信的兄弟，伊做生意，伊要信的至少，伊若拄到代志，啊，就去庙烧香卜卦呢。啊，他信了，就袂使烧香卜卦，爱就安怎？啊，圣经来做卜卦较好。啊，那像咧抽迄个签诗的。所以一摆讲生意失败，就其他小兄弟啊，我失败哦。啊，唔知道要加对一条路，你有遐支持者哦？我记得了，先加先加，得个闭落去安尼。哪像咧抽签呢？安尼，伊签诗走出来，说是真不行。伊抽出来吼，是马太27章第五节，伊出去吊死啦，又带出去吊死啊！我上帝啊，你来叫我去吊死，我即摆七十六岁，你阁叫我吊死，安尼大概唔对，阁祈祷一摆安尼。我想着你看这车明明支持我，还佫记落去，记落去，记着路加10章37节。伊讲你着照安尼去做，因为我这针这个害，啊去吊死啊，啥要袂去吊死，我较紧去去做，较紧去吊死。我想着安尼唔好啦，安尼无对啦，我都唔是爱安尼。哎，就我去祈祷，祈祷啊，伊个闭落去，闭落倒，闭落约翰13章37节，讲你所要做的，就较紧去做。有时咱基督徒咱的信仰是安尼啊，有时，咱甲上帝掠做到一般的神明平等，迄个是拜偶像。咱无将迄个绝对的，到绝对的上帝来敬拜来信，迄个才是四大圣经，还是。你家的圣经，还是咱中央教会的信仰告别所咧讲的头一句，我信上帝就是绝对的上帝，咱也以做绝对的信仰的对象。所以，咱今日做基督徒，这个上基本的、上基础，你若无真正信上帝，
其他的你拢无多。你也袂当真正信耶稣，你也袂当真正做上帝的子子，因为迄个是上基本的。所以拜头一个，你信上帝，我信上帝。那是安尼，咱的上帝是怎款的上帝？咱今仔对三位圣经在，咱三个咧，头一位就是希伯来书在伊就遐讲，讲既然来到上帝面前，就信伊有，信有上帝，毋是信你空空的，毋是信你所想人所想出的，所想出来，啊是切所写，信一个有实在实存的上帝，咱体验会到，咱。刚才也摸不到，咱祈祷会到。所以约翰的批信怎么说，我传给恁的就是我所看起的，我所摸到的，我所信的。咱在说我信上帝是在说这个，就是信有一个客观的上帝，这个客观的上帝不论人说有还是没有，他就是有存在，一直创世以来一直存在的上帝，不是人肯定他才有，人好定伊就无，所以某些受上帝来讲，你才会带这百姓出埃及。某些讲啊，我要安怎介绍你啊？再搁送车我来。上帝来讲是讲，你甲伊讲，迄、那个自由应有的上帝找我来。咱的上帝就是个客观的上帝，对古早创世以前到永远世界落尾。伊就是上帝，自由应有的耶和华。这是咱在咱的圣经的里面，教示咱，咱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客观，一个足要紧，毋是人所想出、想出的，啊，人所雕刻、人所想出来迄、那个上帝。第二，圣经讲哦，讲咱信有上帝，这个上帝是咪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不是有受限制，在这才有上帝，在别位都没有上帝。我们如果创世纪，雅各跟阿爷头早的时候到那个半半路，他在那里做梦，就天梯，他在那里才说，哎呀，我的上帝也在这，因为他已经离开犹太的地，已经离开他们的百姓的地，走到在空野，走到在外邦，伊伫遐想讲：，欸，我的上帝，毋知有对我来无？毋知有伫遮无？所以上帝出现来讲：，我就是你的列祖阿伯拉罕，阿那个上帝，也是你的上帝。咱的上帝是全能，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我去做兵的时候，一年安尼百外个人，啊，你洗身躯拢做伙洗，啊，对对面一个小娃那代，我发现着真奇怪咧，迄足济遐少年查甫个倒兵哦，啊，拢挂一个红符啊，啊，洗身躯嘛唔敢放咧，啊，然后挂咧是，我就好奇讲，哎，这是啥货？伊讲这着阮迄个关公啊，是讲这阮迄个妈祖庙个刻起来个符啊啦，啊，阮老母讲你要做兵哦。你爱带这个，咱的姓名才会到你去啊！啊，我甲伊讲，啊，那你放弃呢？啊，你放弃，恁的姓名煞无去。伊讲，吼，就对嘞。伊讲，啊，你是我基督徒，我的上帝也免带福啊！我去到倒位，基督上帝就伫遐，因为伊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无受空间甲时间的限制。就是台湾人也是这个。中国人去到美国、澳洲，伊遐无寺庙啊，找无寺庙，啊，因就讲啊，怎啊，要安怎拜啊？啊，无寺庙啊，啊，所以就讲一个老太太，啊，无人往咱台湾迄个方向，安那来拜，有较远一丝啦，啊，拜了无较像呢，我那就爱转来台湾拜才有像。因为离乡啊，离过那千公里啊，我爱我的神庙嘛，做也无伫遐，爱王爷嘛无伫遐，关公嘛无伫遐，啊，我拜到爱台湾安尼，行咧，我话你来信我的上帝，足方便的。
你伫倒位祈祷，伊就伫遐，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全能的上帝，咱所信的上帝是实者。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因离开因的家乡的时阵，伊嘛有这个苦痛，伊想讲因的上帝离开因啦，总是因从掠到埃及，走到埃及，还是把巴比伦掠，因伫咧外邦的地，亚利米伫咧河边，伫遐祈祷流目屎。只要我见着上帝，在外邦的地，上帝也是在那，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这是圣经使徒创世纪十七章在这个所在，让我们能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第三项，我们的上帝是听和公义的上帝。在约翰的一书四章，还是罗马五章八节，特别是罗马书五章八节有在讲这个，讲当咱要去做罪人的时阵，到时上帝找耶稣基督真多人，为着咱死，甚至死的时候，用对安尼上帝听显明的咱，死的，就是听上帝听甲公义的代表。人有罪，爱受审判，圣经讲。上帝无掠迄个有罪做无罪，所以伊要审判，作是一面上帝疼世间人，伊要救这世间人，啊，要安怎满足上帝家己的公义甲疼，就是找耶稣基督来死的时候决定。迄个无罪的代替有罪，上帝本身替咱担当咱的罪，赦免咱的罪。迄个疼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是假牺牲。显明无价的疼，显明迄个永远完全的疼，完全的救赎。所以，咱的上帝是一个疼甲公义的上帝。伊在施行各项代志的时阵，拢用这两个原则，这是一面两体。公义的内面有疼，疼的内面有公义，迄个就是咱的上帝。所以，当上帝用公义审判咱的时阵，咱无袂记得。这个背后有上帝疼痛，当上帝疼咱的时阵，咱袂当随便，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照咱所讲所行要审判咱。这是咱所信讲，我信上帝的时阵，你是一个信这款的上帝。圣经也甲咱讲，咱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面的上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甲约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十一，拢讲差不多同款的话。伊讲源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万物是对上帝来创造。约翰第一章第一十第一十，讲起头道，道甲上帝相合地，道就是上帝，万物对道来成来成，我是创造。所以咱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无论耶稣基督伊所讲的，还是伫旧约。创世纪所描写，在圣经真济所在，嘛是有记载这个。在使徒行传讲，讲咱的话，咱的敞开，咱的叮当，拢是因为上帝，好咱安尼。咱的心中哦，一年唔知跳几下，我唔知，咱唔捌算过。一点钟那标准。六十个、七十个啦，标准七十个。啊，看一年看跳几个？一日二十四小时，一个月三十日，月三十一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啊，咱这心脏搏来搏来在跳。咱无咧想讲，啊，还是足自然。因为我家己测试心脏，所以感觉讲，这心脏还在跳，还相对稳定啊。你若甲定下去哦，我爱做工哦。啊，我就行起来。咱的上帝是安尼，创造咱的上帝，掌管咱的上帝。无论你伫倒位，无论你对着什么款的经文，咱的上帝是创造咱的上帝，伊负责任伫咱所有的，咱的生活，咱的一切。这是圣经所记载，咱的上帝是一个创造无面上。所以伫罗马书第一章啊，十九章开始也开始安怎讲，讲上帝的代志。已经显明在咱的心，对所创造的，咱通看见，
迄、那个看未到的上帝，予人袂当推脱讲无上帝。咱的上帝是创造万物一个伟大的上帝。第二项，是头块所读的约翰一章十二节讲，阮今日是耶稣基督，接了伊的名的，就少数伊有光明来做上帝的儿子。咱信上帝，就是予咱有资格成做上帝的儿子。提升咱的身份，圣经讲，咱本来是罪奴仆，从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予咱真侪上帝所听的听。圣经讲，予咱的人称呼咱的上帝叫阿爸爸上帝，咱的天父，是何等的荣光！伫第四世界大战，菲律宾啊，有一挂美国军队，都是有一个联合军队。那军队中间有一个非洲来的，伊一个上校，伊伫遐咧为菲律宾威风的时阵，伊就捌到一个菲律宾的夫人啊，一查某囡仔，啊两个就生一个查某囝，这军队调转去啊，伊也替我转去非这个非洲，后来伊随就。阿拉会受跟着非洲的总统，啊！伊离开的时候，伊在讲，伊个夫人啊，有一个囡仔，查某囡仔，伊袂当后面做做，挺好过两年。伊当伊做总统了，伊就找人去找这个囡仔，伫什么所在找着？是伫一个贫民窟，因为伊个老母无法度成。工作，啊！囡仔我都拢寄人，无钱，啊！说住伫迄个贫民窟，啊，穿啊邋邋遢遢，迄、那个大使来到伫迄个所在，菲律宾的时候叫政府来找，找着这个囡仔，后来验迄个 DNA， 有影，甲伊这個老爸，非洲的老爸共，所以就较紧咯。佮掠去洗身躯哦，佮撸来撸撸，佮身拢撸了了安尼，佮买新衫佮伊穿安尼，哇，佮打扮安尼，啊，本来是一个乞丐，已经啊，所以一个予伊个国王，佮伊承认做伊个囝时阵，伊是变公主，后来转去到因老爸做伙，咱世间人也是安尼，本来咱是做奴仆，咱是迄个乞卑微个。就是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予咱做公主，啊，啊公主两项啊，查甫嘛公主，女的嘛公主，予咱来提高咱的身份，予咱真做上帝所听的儿女。所以咱第二项，咱信上帝是信受上帝，从咱所信的客观的上帝，接纳咱，真做咱主观的，咱的救主，咱的主。这是伫头壳，咱因的所在有。哥林多四经我在遐咧讲，咱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也是上帝。啊，伫十诫中间也是讲，除去我以外，你唔通别个上帝，因为这个是咱的天父，咱的上帝。伫约书亚第十四章，当摩西要入去迦南地，叫遐。啊！约书亚叫遐个，约书亚叫遐十二支支派的首长来甲因讲，讲咱即摆要入迦南地，恁着爱敬，恁要敬你带恁出埃及的上帝，啊是恁还搁咧流浪伫埃及遐偶像的崇拜，恁爱敬。以后若是我轮到我甲我的家，决断要服侍耶和华。啊！恁今仔日恁这首长会当代表来算。如果恁若要信上帝，恁就伫敬伫埃及的拜偶像。咱的翻译吼，无多人翻译迄个意思。迄、那个原文，迄、那个来原文，毋是安尼尔尔，毋是讲上帝甲因埃及的迄个神明，互伊去敬。那安尼，咱的上帝是甲因平等啦，无啦。迄、那個、原文的耶稣啊，伫讲迄句话是讲。你就敬上帝，若无你就会伫遮埃及的遮偶像的中间
跟一个去拜。所以不是上帝跟那些偶像真多同样的格同样的平等来让你选择，人如果选择上帝就是一定选择偶像。所以当时约书亚和这些百姓说，我们不敬看见上帝，还是你们要敬你们在埃及那些神明的中间的一个才去拜，轮到我和我的家各段服侍耶和华。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全能，也是一个悲上帝，也是一个上帝疼的上帝。搁一项，咱信受上帝，接纳上帝，咱就是得到上帝，得到主，也乎主得到咱。这是腓立比书保罗的体验。讲我看万物做粪扫做损害，为着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所以得到我。迄、那个原文的意思讲，你唔啦得到是耶稣，得到上帝。和上帝也得到你。当咱信上，我讲我信上帝时，就是安尼。你有得到上帝，上帝也得到你。咱这样讲是上帝囝，咱这样讲是上帝囝是。这是伫咱的圣经所讲。咱个人信，讲有一个客观的上帝无够，魔鬼比咱较信。圣经个人讲，啊魔鬼信上帝吼，佫会惊呢。咱基督徒信上帝，搁袂惊，咱就唔惊上帝。咱咧讲话，咱咧做代志，啥物，咱也无咧知道上帝。我惊我的，我讲我的，唔是。当咱接受上帝时阵，咱的言语、咱的举止、咱的行为，才下对上帝，做上帝惊一个反思。那像保罗讲，我得到上主耶稣基督，得到上帝。要上帝得到我，迄、那个才是咱我信上帝，迄、那个真正第二个意义就是信受上帝，信受上帝。最后一项，伊讲咱着信靠上帝。当咱着讲我信上帝时，就是你着将你所信的对象，假设你交托，假设你信靠。唯一的对象，唯一的主。我请问咱大家，咱拄着代志哦，头一个要找啥？找老老爸就找老爸啊，有阿公就找阿公啊，你靠赖伊就好啊。真侪基督徒就只有讲，我拄着代志的时候，我要找头一个就是上帝。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这是咱的信仰。我信上帝时阵，就是咧表明这款的信仰。伊是我唯一的主，伊是我唯一的信靠，伊是我唯一所接受的，也乎上帝接受着我。这是上帝的要求。提摩太书讲，讲恁若有信，恁就移山倒海，把这山撒去遐，伊就会去。啊，这个信是对信耶稣基督来，所以咱咧讲信上帝时，就是咧信服、尊叹、献祭，是撒母耳记上卷一章十五节遐甲咱讲，讲上帝爱是啥？是顺叹，赢过献祭，是听话、行上帝的，赢过羊角的迄个油。上帝看人的顺服，赢过你的奉献。那现今偌济，迄上帝看你的心。咱若真正顺服的心，咱奉献两个半厘，也是两百万。伫上帝眼光是安尼，毋是咱世俗的眼光咧看，无。上帝眼光是咧看你有顺谈啊无顺，有顺谈的是你所献的，才是上宝贝。上帝所欢喜的，所以在这个撒母耳记的所在是彼得前书一章，也是跟人讲。所以咱基督徒信仰不是选择性来接纳上帝。当你讲我信上帝时，是绝对来顺服，绝对来倚靠，绝对来行上帝道，信服上帝。台湾真侪宣教师
我每一摆回去台南，叫我是大人的梦。我是大人的梦，住住伫白克的牧师的后壁，后壁坐。白克的牧师是伊在头前坐，头前有八个，即个双教师来台湾，伫遮服务，伫遮双教，伫遮做医生，伫遮做牧师，后来献身死伫迄个台湾，待伫迄个所在。我特别看迄个白克的牧师，伊伫台湾。将近要到六十年，以前少年时阵，十六岁献身，讲上帝啊，我将我一切，我的生命，我的财物、财条，我的什么献予你用，我欢喜顺从，完全来顺从，行你爱我去的路。上帝讲你去台湾，那时台湾还未开化，你这做宣教士，传道又无像今下牧师遐凉呢。让我敲头壳个讲。那巴克勒更加红红破晒啊！伫舆论的所在，巴克勒是甚物呢？在宣教士的地方，伊学得相关，伊是皇家，伊是院的迄个院士。那时候，咱台湾中央研究的院士比迄个更加大，有学问，有地位。伊那是家己的故乡英国的所在，伊是一个出名，会当做校长的人，所以当上帝调伊讲。你就去台湾的时候，你就宣告岁时，伊十六岁就献身。当年到十一月，小二十到二月中间，伊就开始去订签。当年去订签，什么页名？伊的奉献书。台湾先生伊寄一本伊的迄个手稿，卡片给我。我咧读伊的奉献书哦，我就受感动。伊拢做吼，有六段，六段中间，伊至少有三段、四段。头一段伊讲：“我永远值得俄罗的上帝啊！我用最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将家己献乎你，就是伊的钱财、伊的学问、伊的一切，将来拢要献乎伊，无条件。”后来到第二段所在讲。第四日，我用严肃的态度、誓约来顺服。我要放弃一切过去所管辖我的，我要将我的财物、时间、肉体、思想、念头，拢总予你用。那人来看，是一足成功伟大的一个学者，总是当上帝调伊的时阵，伊欢喜无条件，讲上帝，我献予你。我顺服你，你要去叫我去倒位，我就去倒位。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安尼做。六十年久，甚至将性命献予咱台湾。若无高沙这双教师，遐尼伟大的信仰，因顺从上帝的信仰，咱今仔日无坐伫遮，咱无这个福气来听着福音。扎西生双教师是千苦万苦。因住的所在去报道是住伫草寮啊，因食的去到平埔的所在到山地是较食因款款，迄只是真正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伫上帝面前，伊才会当成做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伊留互咱台湾的就是广播社，是哪伊，足重要的。到八月二的圣经，人今日咧读的八月二的圣经是伊翻译的。伊伫六十年中间留遐尼水一卡只，留遐尼宝贝遗产予咱，咱今日接受，就是因为伊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咱才会当真多上帝所欢喜的今日。咱来看。圣经的里面，足济即个伟大的扎西的先人，无是拿阿，无是约伯，无是约瑟，无是玛利亚，无是约书亚，因拢是一个完全顺从上帝要用的人，毋是有学问，听听，毋是有这地位，毋是伊是博士还是甚物，毋是上帝要用的工人，用是要用的基督徒。是顺从上帝的人，
萝卜被损太凶，迄、那个主人哪有法度袂用？虽讲伊有才调，上特别用，上特别用的萝卜就是真正白吃的。又学问，又地位，又名声，就是欢喜顺服，信靠上帝。上帝是用伊来做这些奇妙的大事。咱看咱的主耶稣基督，伊老师也无用，伫腓立比书。伊讲，伊本有上帝形象，无立到上帝做平等，反正真侪人，既然真侪人的样相，就死，甚至死的时间，在腓立比书所讲，伊在祈祷，在克西玛尼，伊嘛是讲，乃用的杯啊，就这个杯离开我，总唔是教化意思，是教你的意思。我咧读神学院时阵。即个外国宣教师，做阮的教授，伊甲我讲，你若要做牧师，将来去教会，这是要紧的，就是你得爱顺服上帝，唔是你家己要建，我要去倒去，啊，我要做什么工作？唔是，你祈祷上帝，甲你指示，你要去倒去，你要去做什么工作，你才去做。无论是天边海角，拢会当得到上帝祝福。我做小小的见证。我毕业生伊最后一年，因为我干那写论文了的，所以我就去牧会，还要结婚，去红山教会，高雄个落红山。啊，迄个教会是百外年历史，会有300几啊，和那湖边教会差不多。啊，去我遮做一年工作，啊，毕业都爱派。啊，当时的总会就是用抽签啦。安尼较公平，所以就当时叫10几个中会因的代表来中会抽签，啊，即个毕业生啊，一个上流着地口，伊就见伊上爱，上好爱就抽签。伫见单薄中会头一口，所以就伫中个了，我要上正宗。我确定安只讲，啊！我即是洪山教会讲无啦，相信诶，伫遮都真好势吼。唔忙伊当继续中会派啊，即甲我讲，我无，我祈祷上，恁也祈祷。啊，恁会当去到淡薄中会，看会当兑换。恁高雄中会一个号，淡薄中会啊，淡薄中会我才派来高雄中会咧，就是唔着勉强。就照上帝的意思，照总会规定，因派两个长老到去台东，啊，甲因个中会长会嗲讲，因个长会讲，无啊，我头一点挑到就是上正宗啦，啊，袂使阁甲阮换啦。啊，我就留伫台东啊，啊，台东啊，派去开拓教会啦，即项目，去一个看讲哇，甲迄替我军人买一间厝。差不多十外平，一个客厅，一块桌啊，后壁隔两间细间房间，住两块榻榻米尔，块房间，啊，佫也无门个。伊讲，小妹啊，你去啊做开拓个工作，我讲有偌济好友，伊讲两个，唔难恁个只，也无电啦。所以做礼拜啊，点油灯啊，大家在那看圣经啊，那吟诗啊，呢啊，为了偏风啊，那偏啊，乌索索，无电费啊。啊，搁迄两块榻榻米，阮两个人怎叫这样困一地啊？都无啥够嘞，半暝啊，你也拍棒，我也加走。那露天，真水变红的，因为遐是红土啦。所以水流落去，抽出来红土、红的迄个水，啊，要食去啦，啊，要煮饭啊，啊，都爱互伊沉两三日，了才水，啊，就去到隔壁，好拜托，你水拨一寡花，啊，要煮饭无通煮。阮两个伫一个榻榻米煮饭啊，啊，食饱了款款的，啊，要休困，伊困遐，我困遮呢。啊，做礼拜啊，就是。也有点
总是阮遐一年哦，阮两个不是讲回味无穷，未感觉足艰苦，真的欢喜。后来有因抓乡长来教会，所以有渐渐增加，啊，搁办在迄台灯义包做义工，我去因一挂头路，互因去做安尼。啊，因着歇困半点钟，我就会当伫遐讲道，伫迄个较讲道个所在。热天，我甲会友去掠鱼仔。伊讲上无上，伊讲先生啊，来去掠鱼仔，伊知影我爱烧水，我就后面去遐掠鱼仔。啊，因较远路个，就钓鱼啊，转来暗时啊，点灯火，啊，食沙司面，啊，搁啉米索西露啊，哇，真好嘞！这是一级迄六千饭店做不真好嘞。水梦是大样哩，歹环境遐哩歹，那边民宿就爱走出去到外口三步外路，啊那大雨嘞，就去摇雨伞安尼去到民宿。阮遮住一年，回味无穷。上帝甲咱敬的是上好的，人看做上歹，总是上帝敬好咱是上好的福分。当咱顺叹的时阵，圣经怎样讲？所以讲，咱咧我信上帝，就是咧讲我欢喜，完全顺服，完全信靠上帝来交代一切。所以早时的诗篇的诗人，伊家己伫诗篇119篇的33节，伊也怎样讲？王主啊，你只有吩咐我，我就叹。伫我有生之年，我要全心全意来顺服你。阿门。这是咱基督徒我信上帝上好的一个结束。伊讲我无论什么时阵，无论什么事，我有生之年，上帝你若派我去做，我就全心全意来顺叹你。结论来讲，咱信上帝，咱就像保罗讲，伫天父在，我知我所信的是真罪。咱知咱所信的上帝是甚物人吗？即个圣经在我刻伫我妈妈的墓碑的，即在我刻伫遐，就是不需要提醒我讲，我所信的是啥？是世间，还是主，还是上帝，还是这世间的物质？咱的真正速度讲，我信上帝是创造我的，是听公义的。伫韦伯斯特迄个大字典，写啊大字典，讲信心是无问讲有直接的知识，还是无去信，这才是信心。伫约翰一书5:40-50，伊安尼讲。讲信心是予咱赢过这世界，伊讲予咱赢过这世界，就是咱的信心。最后，我有一个讲，人个一摆信心的再输，就是讲我是不是有真诚、真心来信上帝、信咱的主耶稣基督，成了阿头上个来基督。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在你的疼痛，在你的稳定，坐见耶稣基督救赎我，我很真多你的儿子，我能当成你做阿爸父上帝，我能当逐日跟你交陪祈祷，我拄着患难的日，主你要因着保守我，我拄着欢喜的日，你要加添我的快乐，我感谢你今早起通过圣经的头一句话，我信上帝，求你予我真正清楚知我所信的上帝。是心宽的上帝，对安尼，何况你当顺探的伊来行一生的路，无论甚物环境，无论对心宽的代志，我拢会当顺服，交托伫主里，你要引带我应该行的路，当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是三甲起立来吟回应诗，圣诗5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咱来吟全首。
咱只是做一用圣诗382首第一节第五节来表明咱对上帝搁一届的奉献。真多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稳定的一种回应，出自甘心乐意的人要经历伊丰富的赏赐。咱奉献场地三楼的一楼的接待处，这是咱三个来看教会的消息啊。第一项3月30日的迄个主日。是李俊佑传道师奉牧甲就任开拓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请咱迄个时间下昼3点，来踊跃参加。第二项，10月福音活动，有两个活动，伫遮来报告。第一是10月21日拜五暗7点半，七星中会所主办的。一场真情之夜，地点伫荣兴教会吼，是张念平、梁文英两位传道夫妇用音乐分享因生命的见证。第二个活动伫10月22日，是拜六暗时7点，台湾民谣福音演唱会秋风夜雨，听歌听牧师讲故。地点伫咱家己的教会吼，3楼迄个礼拜堂，拢是免费入场，请邀欢迎兄弟邀请福音朋友来踊跃参加。第三项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咱特别为着咱教会姐姐水路事工、亲子教育事工、生命教育事工、文道教育事工来祈祷关心奉献。第四项是。咱蔡牧童牧师、牧师娘，伫10月23日，就是过过来的礼拜日，下昼2点，伫咱3楼礼拜堂来分享因伫创新新学院甲东石教会诶即个真侪诶因诶经历诶分享吼，无论伫世界啥物所在，拢回应主听诶号召，咱做起来。参加吼，第五项是咱今年2016年宣道基金第三日的任献，咱今年的预算是1,380,000元吼，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701,400多元，所以咱阁有一挂无够额的所在，咱来关心奉献吼，下骹有。咱所关心的这些机构，咱家己过目关心大多。好，今日报告到这吼，后壁阁有真侪其他的消息，咱家己过目关心来参加。这是来介绍今日来到咱中间的新朋友吼，咱先来介绍，
黄信宜姊妹，好，一起丹立解说介绍来南中间。好，第四号。啊，好，无离开来看。萧美玉姊妹，洪向明兄弟的妈妈。好，真欢迎，这是伫花莲玉里的和平教会吼，嘛、哦、是咱和平教会。哦，国怪是应该是一个家，是不是一个家庭啊？吼、哦，好念念名吼、哦，李桂芬姊妹、李梅芳姊妹、吴天来兄弟吼，啊，施桂梅姊妹，啊、哦，咱真欢迎。伊是久久，听讲是真久以前吼，伫捌伫和平教会聚会。哦，何永基长老，咱中间何永基长老的朋友甲亲人，好。好，啊，毋知阁有其他，我无介绍到的，咱会当徛起来，互咱大家来熟悉。好啊。你礼拜三吼，咱伫地下一楼有爱餐，啊，请恁啊老来甲阮做伙用餐，啊，做伙来交杯，啊，过一届认捌。好，咱这是来饮啊，祝福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咱起立来饮，饮之煞，请上牧师祝祷。欢迎大家在这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听着圣神的保守，甲恁相同，对这时得到应许大无尽。阿门。请坐，有需要兄弟的，礼拜三，请来头，会当来头前，牧师长都会陪伴你祈祷。